小周啊，今天阴历十五，黄历上说诸事不宜，你自个儿一个人巡逻是小心着点儿，切莫招惹是非。保安哥哥，我觉得好冷。同学，你是？我叫何欢，你能抱抱我吗？嗨呀，大爷，你净瞎说，学校里能有什么呀？血月玄天，妖魔尽现。切，走了啊。我的天，校训上说让校园充满爱，这也不用执行的这么彻底吧。看不下去了。喊那么大声算什么意思吗？混蛋，人家连个女朋友都还没有呢。味道不错，但还是不够吃呢。我要找到更好的食物。Wake up， 收拾好行囊，告别青涩和迷茫，开始新的冒险，奔向远方。Flashback， 紧闭着门窗，悄悄许下的愿望。是场噩梦。看样子老天连这种机会都不愿意给我，真不甘心。明天周末了，记得把这周的课都做了。知道了。下课了，认命吧。你叫苏九儿，可是我们系花，喜欢她的男人可多了去了。我看你呀，也只有做春梦的份了。就是喜欢就去表白，别跟个孬种似的，天天打游戏来排解寂寞。我不同意，风雨远搞拖船，以后开黑就没人打辅助了。我们发誓要做一辈子好基友的。啊，也是啊，你们三个不也成天想着苏九儿吗？为毛就我一个人中箭？我说过呀，喜欢就是喜欢，暗恋就是暗恋，哪有错吗？我就是控制不住想注视他，喜欢看他长发飘动的样子，举手投足都深深刻在我的脑子里，闭起眼睛就会想到他的走，他的坐，他的笑，我一刻都不想失去。总而言之，我就是喜欢苏九儿。风夕，刚才
那个是这小子真是憋疯了，大喊大叫的，现在可好？哼，这下看他怎么收场。我赌毛他要挨巴掌了。他难道都听见了？听见没听见？听见没听见？啊，搞屁呀、啊、快编个理由搪塞过去啊，比如在练话剧什么的。我靠，鬼才信呢、啊、放心。刚才我送我回寝室吧。啊，阿莲，这是什么情况啊？虽然脑子里面假设过很多次，但真的发生了还是……喂，想什么呢？快点想个话题开口啊！放心。啊？这两天附近一直有凶杀案发生，好像是连环杀手什么的。昨天晚上学校还死了一个保安，所以一个人回家有些怕。你能陪我，真是太好了。但是听说受害人都是男性的，并且很多都是在那个的时候被杀的，所以你应该可以放心了。这样啊，那就让我保护你好了。哎，对了，冯熙，你说男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开口对女生说喜欢？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。会不会因为想和女生那个，所以才开口说喜欢？难道他还是听见了？我是绝对不会的。看样子风夕的确是个可靠的男生呢。我喜欢这样的食物。小心。你怎么了？昨晚做了个奇怪的梦，所以没睡好，可能有点晕晕乎乎的。冯熙，其实我也一直挺在意你的，要不要在一起试试？哎，真的？当然是真的啦。明天是周末，我们就去做一件恋人之间必须做的事情吧。啊？地点选在这儿，难道说真的要？明天是周末，我们就去做一件恋人之间必须做的事情吧。我的第一次今天就要。喂，冯熙，一个人偷笑什么呢？等久了吧？没什么了，我也刚到。啊？路上堵车，所以迟到了。那么。我们快走吧。哎，这么着急，我还没准备好呢。这还需要什么准备啊？你跟着我就行了。啊，你难道不是第一次啊？哎，亲爱的，我都洗完了，你怎么还在床边发呆呢？还不快躺到床上乖乖等我。不嘛，就在这儿，我们来点刺激的、怎么样？好。哎，原来你还真会玩花样啊。我还有更精彩的呢。哦，好。冯熙，准备好。当当当当，这件好看吗？好看好看。原来恋人之间必须做的事情就是逛商场啊。那这件呢？好正啊，这男人好看好看。这件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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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底哪件更好看呀？好看好看，都好看。真的吗？你可别骗我哟。真的好看。那么都买下来吧。
这一下午买了多少啊？钱包君，你还好吗？小神去也。哎，爷，你别走啊，爷。什么东西？玻璃？快报警啊！停啊！风心，你没事吧？晕过去了。我会好好保护你的，因为你是特别的。是个男的，怎么还不晕啊？你好恶心啊，都血肉模糊了，流星情还重。这种老货色，几下就不行，根本连塞牙缝都不够。看着就恶心，我必须找到那个充满更多精气的猎物。从那天起，我成功脱团，开始了梦寐以求的恋爱。但是，有得必有失，我已经身无分文。上次买的也都不幸被那次事故给糟蹋了。现在我必须靠发传单维持生计了。唉，发这种闷人的减肥药广告不会遭天谴吧？也许是上次受的刺激太大，产生幻觉了。谁呀、啊？不好意思，有没有撞疼你啊？没事，就碰了一下。让我看看，没受伤吧？对不起，是我开门太猛了。没那么夸张了。刚刚路过的时候，好像听到你家里面有人喊救命，所以就敲门问问。啊，有人？啊。那是因为和我玩得太开心了。玩得开心？是啊，你看着也好可爱哦。要不要也来一起玩玩？不了，我还有事儿。来嘛，进来先坐坐嘛。坐。来。这样吧，我给你留张名片、啊、你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、我们就当缘分一场，交个朋友吧。那么记得一定要call我，我叫何欢，拜拜。怎么一下子就桃花朵朵开的节奏了？呸，上风败俗。嗯，我去，原来是专业的。会有错的，不过居然能抵挡着我妖气的诱惑，真是难得一见的好材料啊。但是我相信天底下没有不好色的男人，我们一定会再见的。这几天真是心烦，事情都扎堆了。苏九儿今天又说没空一起吃饭，忽冷忽热的，难道不是真心的？也罢，借酒消消愁吧。喂，同学，我们打烊了。同学，嘿，喝半瓶就挂了，装什么成熟嘛？喂，我看你是不行了，找个朋友来接你吧。没事，我这就给我女朋友打电话。让他来。居然不接我电话。嗨，你就别装了，什么女朋友，一看你就是个单相思。来吧，我帮你拨给你哥们儿。屁，
我有女朋友，拿去，就打给她。谢谢你啊，老板。你是他朋友啊？哎呦，真漂亮。是，我是他朋友，我这就把他接走，给您添麻烦了。哎，没事没事，下次你们一起来啊。师傅，浦南大道。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，小沈。风夕的电话。关机了。苏九儿。小帅哥，你醒啦。哎，你是谁？我怎么会在这儿？哎呦，今天下午才见的面。这么快就把人家给忘了？哎，你是那个……嘘，不需要知道我是谁，就把我当你最喜欢的人，然后占有我吧。今晚我就是你的人了，来吧，到我身体里来。不是，我有喜欢的。那个……哟，好漂亮的妹子啊！刚才是不是有一个蓝色头发的年轻人来开过房？这我可没办法告诉你，我们不能随便把客人的信息。那个人其实是我的男朋友，他背着我。什么？背着这么漂亮的女朋友，竟然还在外面劈腿？太过分了！他们在301房。谢谢了。哎，姑娘，我支持你，伤了心可以来找哥哥啊。对了，姐刀要不要？说出来吧，说你喜欢我，你想要我喜欢，这样你才能把所有精气贡献出来。快说，我喜欢，我喜欢的不是你。方心，你干嘛呢？我什么都没干。什么都没干，那为什么不穿衣服呢？我怎么没穿衣服啊？这位小姐，什么事都该有个先来后到吧。这个猎物是我的。你的？动了我的东西还敢嚣张跋扈？我错了，你听我解释。我看这里不关你的事。只要吸收了这个男人的精气，就没人阻止得了我了。哼，这么快就凶相毕露了。那我更不能让你得逞了。哎，你这是吸收了多少人的精气啊？妖气竟然这么浑浊，动作都变得粗暴了。啊，方心，你没事吧？你练过武术？怎么这么厉害？我说过，我会好好保护你的。什么东西？不论什么时候，都千万别低估了敌人。就凭你，还没资格当我的敌人。狠话带到是下去说吧。妖怪，这个世界上怎么会真的有妖怪的存在？之前的人也都是被他杀的吗？会死，我会死。凶杀案，我好怕。怎么还裸着呀？谁来帮帮我？是不是被谁推下来的？那就让我来保护你好了。风夕，我会好好保护你的。风夕，苏九儿会死？不要！他的走，他的坐，他的笑，我一刻都不想失去。总而言之，我就是喜欢苏九儿。不可以！风夕，
这一次就让我保护你吧。看样子你的手段比我更高明，这小子竟然肯为你去死。我也要送你一句话，无论什么时候都千万别低估了元佩。